谁马先生？上次问那个看家具的那个经历。我的妈，那都多久的事情了？几个月之前。啊、哦。怎么了？说今天他们，又晚宴了。有晚宴。要过来参加，家人都带上说。不去不行，我已经，那个啥，登记安排好了。所以再给你打个电话，就这么巧吗？刚好我们要去吃饭，他那边有晚宴，就是啊。家人都带上，那你怎么办？那我们三个人都去呗。在哪里？走。行行，走啊走啊。哈哈哈。搞得跟遇到初恋似的，我就是个李多余。就是这么个晚宴，是他们装修公司为了回馈新老客户而搞的这么个自助晚宴。这个是汉餐，应该是能够吃习惯吗？好吃吗？要不要来瓶啤酒，我们两个喝？不喝酒是吗？跟我一样，我也不喝酒。你抽烟吗？你不抽烟？什么眼神嘛，这羡慕的眼神。哎，真要出去啊？哎，来了。我再迟来一秒钟，你都要出去约会了是吧？嗓门起然后就不是我了就。要去干嘛？今天星期天，带你出去转一下。哦，今天不行。啊。今天我这个网友从来没吃过马肉。嗯。他们说想吃新鲜马肉。这个月开始在马肉了嘛。啊。一冬天在别人圈子在吃马肉呢。我也跟你去看一下吧，我也没见过马肉。走。好吧。我带你去看。到就卖马肉的地方，我走看一下。这就是。啊。好远呢。到我老家了啊。对啊，前面就是你老家。这全是马肉吗？哇，长得好好看呢、啊。可能是没有见过的原因。这个全都是马肉。这是马肉。嗯。果然跟咱们的猪肉不一样，红红的。这个是马肠。啊，这就是咱们卖的那个马肠。嗯。现在做的是什么？这个马肠是他们自己做的。啊。看一下啊，这边有很多，你看一下。你可以进去拍。哇，全是熏马肠。对，他们都是自己熏马肠，都是自己熏的。平时我们就用这些料都可以做。啊，用这些料做的。对，加那些。蒸锅包蒸不到，就蒸不到。草药。不能，俺们还放啥不足？包蒸包不足，不足那个。好，你给去再把这些，俺们我就把那我把那们说完，你给再去。其他好了，你们搁不了嘛？其他啥等啥不？木子都不了，还按木子都不了。嗯。不，俺们是去买一个不中买的。俺们吃不中这种买不中买不中的。这个也很大。嗯。这个是，这个是新鲜做好的，这个是一件时间长的，就是干的。我知道，就是我们说的腊肉，腊肉是越久越好吃的，越久越香的。越干越好吃。心脏，哎呀，谁的心脏？这马的心脏吗？那么大，大得很啊。嗯，你还没吃过呢。肚子，我没吃过。嗯，这马肉吃，我连马肉都没见过，我这第一次见马肉。内地哪里能够见到马肉啊？这个电影，这是马的，这是马的，这牛的，牛的一个，这就是30块钱。嗯，牛的便宜啊。是便宜，是这样买下来便宜，可是那个他们那个批发上农好的一公斤，200块钱左右。啊。就那个烤肉的人买，十来公斤就400块钱。啊。但那个三米可以做个，最起码得30盘子的菜，小菜。啊。人家这一个一盘小菜就是。差不多应该是40多块钱。嗯。30盘就1500多，成本是43多，卖过下来就是就1000多了。他们这个像是专门宰马的啊。啊。这个马肉就是分两种，一个就在家里养的，在草原上养的，草原上养的就是这种黄的，然后在家里养的就是越黄越好是吗？越黄越好，对。
好了吗？好了，我们再去另外一家看看啊。多比两家。好，这里又一家。这条路是去古丽老家黄田的，这条路上全都是民族乡，主要是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他们以吃马肉和骆驼肉为主的，所以说这边本地人想买马肉的全都在这边买，因为这边冬天很冷嘛，吃马肉身体很暖。下面有一只猫，吃剩下的马肉吃的贼香，它发财了。现在的猫也变幸福了，以前的猫说吃鱼，现在猫都开始吃马肉了。这个就是新鲜的马肉，这边我看出来了，这个是腰，马的腰是吧？马肉的特征还是很明显的，特别红。马肉又补中益气、补血、滋补肝肾、强筋健骨，还有防止贫血、促进血液循环、预防动脉硬化、增强人体免疫力的那种效果啊。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个卖甘蔗的，我就说没有吃过甘蔗，你是没有吃过还是没有见过啊？你跟他说。以前吃过，可是没见过这种叶子。啊，没见过甘蔗的叶子是长这样的。啊。第一次见。原来是这样的。第一次见是吧？买的全都是这边砍掉的那种的。第一次见。那买一根呗，粗一点的买一根。这个。我也是很久没有吃过这个了。你这是着凉了。这咋打不开？你这么冷，你不坐在车里面？上面也可以吃的。可以吃啊，越下面越好吃啊，上面才不好吃。下面是最甜的。哪里扫码？二十啊。嗯。好了，看一下。好。啊。我这个从来没去过，扫一扫，然后再钥匙在哪呢？车。为什么是蓝色的呢？为什么？这不是蓝色的吗？不是，为什么不是绿色的？喜欢绿色是吧？电量不足，换一辆。白差了，还差这么久。就是。哎呀，纸巾再捡起来了。先把扫一扫，这个电量够不够？发现了舒适的力量。红色。Hello。啊，他不需要钥匙是吧？开了已经啊。啊。也用钥匙打开是吧？啊。没。照顾你呢。还是妈妈厉害，晦气，啥也不是。那妈妈是个大的，还有大的跟小孩挤着。我们三个人不是，我们三个人都要会。没有关系，脑出血就算脑出血，那你熬一个月还来得及，还可以吃点。对面是个医院，而且也不会过多，毕竟前面就是医院。啊，这个最简单的这个。我觉得自行车不是。自行车还不简单。你还要用脚蹬，还要怕摔倒，还掌握方向。你别把人家那个整坏了，我。跟我过意不去。骑都没有花5块钱，结果整坏了还要赔5000。这个5000吗？啊。他会的呢，10岁了应该会了。车骑着说吓得要尿尿，有这么吓人吗？那你还经常跟我抢方向盘开车啊？还要公路上他要尿尿，他被吓尿裤子了又。不是，我太过于开心。尿吧，这么大片地方，
随便尿了，这也没有公共厕所。你要撵这个，这还不是说你想要撵就能要撵的，这里没有地方可以上厕所，没有公共厕所。那我们赶紧回家吧，走吧走吧。别翻车了啊，争气一点，好好的电瓶车你当飞机开。又吓尿了。哎呀我也会嘛，这谁都会。你看，不是，不是这样，师傅，其实我的手在口袋里是这样子的。你说你这个女儿社会摇啊。我要吃煎饼。你要吃什么？他吃煎饼说呢，哎呀不要吃那种垃圾食品了。哦呦妈妈，你要懂得什么都尝试一下，万物皆可尝试。万物皆可尝试。他吃煎饼是那个什么带带那个零食吗？等妈妈吃了我重新音乐吧。不是龙总，加油。What？你听不懂他的话吗？煎饼，他说煎饼都不知道，他在自救，要过去了。走吧走吧，叔叔跟你去买。我们去买吧，走吧。我要再两根火腿肠。你这个要求还过分了，要求还两根火腿肠。热姐，你看前面有烤地瓜，好香，我们去买烤地瓜吧。不要。为什么不要？因为他考上了清华，你考上了北大，我考上了地瓜，烤地瓜，烤地瓜。那说吧，是买个什么样的？鸡柳烤肠煎饼，啊。你呢？我不吃啊，我不吃，我要回家做饭吃。
啊。回来了。啊。去跟老板娘去山上了吗？去山，天都要黑了，去山上回来了嘛？拍了一整天。我都办事了，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行，我正要去你家找你呢。啊。啊。啊。我从跟老板娘刚回来，她每次就是从山上回来把我就扔在这里。为啥不送到这里？人家也说你要去哪里，我把你送过去，那也不能麻烦别人嘛。你现在都5点半了，天都要黑了，你现在去干嘛？我都给孩子买了个办那个医疗卡，他现在开始跆拳道嘛，我都现在给他办个医疗卡。学跆拳道又不是学出来专门去打架的，万一其他同学打架了就啊，怕打受伤是吧？怕打受伤嘛，所以才我先办。哎呦，一天天的想太多，学个跆拳道就让你去办个医疗卡。啊，就这儿办了，我先上边，我中心。行，我进去办一下。你进去吧，我在外面等你啊。还没办完呢，我说怎么这么快？这边都弄好了，啊，去银行去个那个卡就可以了。你们这里很神奇啊，他这里叫便民服务中心，社保医保都在这里办是吧？这个以前是那个什么，劳资课，我们招啥呢？人力资源应该是叫。人力资源呢，不知道好长时间没来，就随便变了。那我们去接个热酒吧。好嘞。奥利给！奥利给！还奥利给！好，我们在这里等一下他吧，还有10分钟就放学了。哦，你这个棉花全都没了啊。嗯。彻底的。开始可以放羊。羊吃剩下的这些棉梗。对。这个是相当于我们吃那个冰凌炒面。干面炒面一样，他们吃得很香。哦，对了，啊，你们今天回来的咋这么早？还早，9点钟出去，晚上5点钟回来的，就我跟老板娘两个人。还晚出去就回来了？那不然呢？你以为干啥呢？还要？我还是你们那边聊聊天儿，啊，个捉迷藏，啊，再回来呢。跟老板娘两个人捉迷藏，在山上。嗯。笑啥？你们蒙古包里面，啊，打打扑克，啊，斗什么？斗地主是吧？啊，斗地主。一天想的脑子里面想啥呀？两个小孩都没这么无聊，两个40岁的人在里面，这么幼稚。你我们在干嘛？你说一下。啊。我看你想的没那么简单喽。哎，放学了。多少了？6点半了，6点半就开始这边的灯了。啊，还在漏水了。行吧，那你们早点做饭吃了，早点休息。那我先回家了，太冷了，受不了。啊，哦，不用了，我今天在山上吃饱饱的，吃得很饱。哎，我吃饭吃饱，哎，也不要想多来。嗯，回家了。明天见。明天见，拜拜。嗯，拜拜。啊，在家呢。啊，来了。在干啥呢？看嘛。啊。咋了？漏水？哦。我把那个钉子冲一下，找个锤子呢。房顶漏水漏这么严重，下雨都没有漏这么严重，现在这么大太阳还反而漏水漏这么严重。哦。啊，你找锤子钉子，想上屋顶修一下是吧？啊。啊，那我来帮你弄吧，我上去帮你修一下。你不会的。嗯，我的智商就这么低。跟你说也说不清，反正还是我自己弄吧。你以前没干过的活，上次那个吹风的时间，把那杆子吹走了。
你们这个房顶都是从这样上去的哈，正好梯子放上去跟你们的房顶一样高。小心点啊，上面滑不滑我给你扶着。很结实。哇，你这个房子从下面看不高，上来以后觉得好高啊，有点吓人了。上次被那个什么沙尘暴吹的，把板子都吹跑了。来，我来帮你弄，你弄不动的。哇，完美，完美！你这个屋顶上还这么厚的雪。啊，把钉子钉牢是吧？为什么你们这个房顶上有这么多坑坑洼洼，一点都不平，是怎么回事？是快塌了吗？啊，快塌了就是。快塌了就是。对呀，这个是60年的铁房子了。啊。60多年。六十多年啊。好了，完美了。那好了，我们先下去吧，这。那你先下去吧，我把这个木头扔掉在下面。这我还有大这些都是垃圾，就不要了嘛。我还有炉子上用的时间柴火用的这个。哦，还要当柴火用。嗯。啊，扔吧。小心啊！哎呦。好了没有？下来吧。啊，今天下班的主要的事情就是修房子是吧？还有窗户那个贴塑料。哎呀，昨天晚上冻死了，这哪吹过来的风啊？这就一晚上咳嗽都不行，我都把这个，原来看后面的塑料被那个风吹走了。窗户纸被风吹走了？啊，这么大个洞，难怪了。给第一个，你会不会这样擦伤？哎，我咋不会嘛？咱也是农村出生的，好不好？虽然没有住过这种房子。嗨，完美！哎呦，我的钉子。差的不对，插错了。完美。过来人还会插错。我走过多少地方，最美的还说的这个土方。你的土方。来，可以，你的土方确实美，凄美。八级风，你看测试过的。哎呀，终于弄完了，完美。奥利给！奥利给！哎，那个，奥利给是啥意思？我哪知道奥利给啥意思啊？你自己说出来的，你自己都不知道。好了，回。都这样说，我还有事。我也不知道，回家吧。Nice。
好了，走。卖了多少钱？398。398，给你498。啊，大娘快真的不要了。那可以啊，捡了这么多钱，去买件衣服穿呗。像不像？那要怎么处理呢？这个是给个那个贫困户，啊，给他们买个棉、棉粉、油、大米。点赞，关注，转发。看，我把那个耳钉花了400块钱，现在来到这个农贸市场，我把这个钱买上一家柴米油盐，送到贫困户。送。你都自己都是贫困户，还送个贫困户，还有人比你更穷。哦哟，比我穷的人还多呢，起码得我有每个月有1000多工资，还有住的就是破房子，也起码得有一个破房子，破房子可以住，比我穷的人还很多呢。等一会儿我带过去，你才能看知知道呢。行，啊行，哎呦，这个批发市场挺大的啊。哦。一般送人嘛，就米面油嘛。老板，可以可以，啊，我觉得挺好的，这么大袋，哦，10公斤，10公斤给他们吃很久了。嗯，可以。这2021年9月份。9月份的，刚才问了柴米油盐的价格，一份差不多100多。哦。还要加一点。那你才400块钱，就只能拿4份呗。啊。那行了，拿4份吧。嗯。哦，行。面粉4袋。嗯。老抽、菜籽油，还有个面粉。那4桶洗洁精啊，这个4袋好了，412啊，412。行，那我去把车开过来。嗯，给410块钱好了，2块钱给你免了，行吧？走了，拜拜，好。这就是我们新疆的冬天，到处光秃秃的，一片美丽的灰色。看，前面就是个雪山。看这边田山看得很清楚。哇，一片片雪山，好美丽呀、啊！哎呀，那个烟囱很漂亮，那个烟囱是干嘛的？哦，烟囱给我们供暖的。供暖气就是靠这个。嗯。啊、哦，有意思，好漂亮！那边的雪大部分融化了，还有那边的就是白白的，很有意思。开了4个小时的车，是吧？嗯。终于找到一个这样的村，啊，看着好像是一个贫困村，全是很破旧的房子，反正离哈密市区很远。我们过去看一下吧。啊，那个啥，我问一下。你们这边有没有这个市里面有没有特别家庭有困难那种贫困户的家庭？贫困户的家庭。嗯，你们是回族是吧？嗯。啊，看就看出来了。这次没啥人都没人管这个人了，我才到去看不上我这组人了，看上我这组人了。老家公司倒不管，这个地方。啊，你从内地过来的是吧？啊。清派的吗？我们是甘肃的。甘肃的。啊、哦，行，那你拿过来嘛。你这个房子是你自己的还是租的？租的嘛。这个房子租的话，一年多少钱呢？哦，一年5000多。一年还5000多？啊、哦。有点贵啊，都是土房子，一年还5000多。我们老家的房子这，嗯，塞下了矿了，把房子推了，行，这个政府家没人管，行，我给政府家。现在我回都回不去。你现在回老家，为什么回不去啊？就没房子呀、啊，你回去干啥？哦，老家也没房子。哦，房子嘛，你说是塞下来退掉了。哎，先把这个棉拿上。嗯。棉就谢谢你了哈，嗯，谢谢。老家的老房子呢？老房子塞下来退掉了嘛，雨下着塞下来把房子退掉了嘛。那没有给，他是给钱还是给的新房子呢？啥都不给啊。哪有这样子啊？我他还是不认我们这些人，你啥子？
我们我们的户还是老家。哎呀，就谢谢你了啊。嗯这是火鸡是吗？我很喜欢。你是很喜欢，你是很喜欢吃这个鸡，还是喜欢这个鸡啊？啊，到了啊。它长得也不一样啊，它那个尾巴这样的，这样，尾巴这样，展开的就是好像。孔雀。公的啊。嗯，公的我不知道，那个我就不知道了。咱们今天就是送给有需要的人啊，这不是送给什么什么户了啊，这个话说多了不好，咱们第一次做这个事也不懂，今天就是送给有需要的人。上次一个网友买像这种东西，看我的话，他想买这种。我带你去买个麦子吃。啊，我想用的白石头和瓦块的呀。哦，这块我拿走了，这是哪都看不见。好，这里是个哈萨克乡，就是去进去打声招呼，还是说这东西直接拿进去啊？直接拿进去，没事。别吃我们的肉头。哇，猫吃的羊什么东西啊？猫吃的那个是那个啥啊？就那个羊里面出来的那个羊王什么的那个。嚯，这猫的生活这么好。对了，古丽。你都是属于有困难的家庭，有没有人给你送东西吗？送呀，每年春节的时间，就送我一袋面，一桶油。就，哦，每年过春节，给你送一袋面和一桶油，没了，就这么少？啊，这也不少哎，他们的一个心意嘛。嗯，我很满足，就很开心。说明就是他们还没有忘记我呢。你在傻笑什么嘛？看到什么开心的事吗？没有啊。嗯。今天特别开心。过了这么多年，就一次性接触过四个民族，这是第一次啊。以前我就害怕他们说我呀，不理我呀。嗯。这次我接触过以后才能知道他们，哎呀，特别善良，特别热情，所以在我今天特别开心。